来来来，算一算，算一算。哎，来来来，算一算，算一算。哎，长安城上群星璀璨。又是你啊？又来，又来了。来，算一算啊。于醒后，心有所见。何时于醒？算后便知。昨夜我观天象。哎，你换发型啊你！发现你们遇到一些困难，我们不想跟你聊天，我们直接过去看题不行吗？算，肯定会有大大的好处。大哥二哥，先让三弟探探路，看看此人今天脑子快不快。只要有一个人赢了我，你们就算赢。好嘞，24打8，38打24，你输了。哇，数学不好，吃亏到老，你永远都比我慢一拍。开始，3、2、2。4624，4624，4426。是我先喊出的4624，对不对？什么鬼？请看回放，回放来回放看一看。2，4624，4624，4624，4426。哼！这样，你们选一位，跟我真正的比一场。真正的比一场。谁来？我先来。好。走，三一一，四六二四，对，3、8。还不如刚才呢，神算子，一局定胜负。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大大的好处在哪？万万没想到啊，好几天不见，哥的能力令我刮目相看。有大哥在旁边帮我摇旗助威，谁敢谁能输。好，输给你们了。那我们赢了。好处呢？好处就是输给你们了。输给你们。好，各位可以拿着它去寻找你们要的线索。各位加油，我就先撤了。好嘞，辛苦了。算一算，算一算，长安城上带着吃饭家伙带走啊。这看来也不太专业啊，我留着我们自己回家算。来，我们刚刚学武的是哪一张图？那个不好意思，把牌还给我。刚走了又啊，谢谢啊。